过去这个，爬过去，谁先上？我来，小心，小心点儿！大家帮忙扶住电线杆。 兄弟，这外甥管自己怎么了？怎么老出事儿啊？是啊，害得老子连休假都没休成。来来来来，抽根烟吧。啊，来。
来拿。有人！快！孙科长，外面有枪声。没子弹了，
吧！方建军，到，我数一二三，跑到那边去。啊，一，五，二。我不。
杨副处长，前面就是雷区，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脚印走，千万不能乱，否则有危险。听明白了吗？
亲爱的小雨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见这封信，也许是很多年以后。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曾经说，爱是不需要说对不起的。然而这一次，是我第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，要对你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要离开你了。但是我做不到，您知道，小雨也离不开我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我很难想象我离开他以后他会怎么样，我也很难想。我告诉你，自从第一次我领你进这个门到今天，在这十几年里头，我把所有的本事都交给了你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安排过你任务。我雪藏了你十几年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就是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，今天是时候了。你要去完成我的任务，并且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允许你带着我的女儿。先生，你一直在叫我先生，没错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更是你的父亲。恐怖会游泳啊！哎，你他娘的就是一废物！你抓住老子裤腰带不就行了吗？哦，你可别松手啊！大家跟着我。真好吃。
抓到他们再说，走。 Thank you.
走。